就是要只为了我，我要他，他就不对，他就只能了放手。如果我敢，下，気をつけてね。你还记得明仔载小姑来要回去的代志哦？哦，我知啦。拜拜。帰る？なんで帰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の？お母さん怒っちゃったのかな？妈，这边都是湿湿的呢，我来擦。唔都爱用抹布，啊，那用面子叠擦，安尼就浪费呢。哦，恁少年人哦，真正一点都不知道勤俭哦。妈，我马上去拿抹布。我叫你去提抹布呢，啊，你干嘛？你刚刚叫我去拿抹布啊，这个在日本叫做抹布。哎呦，什么人跟你讲日本话啦？我打死啊！等下娶一个新妇哦，连讲话都未通啦！等以后是要安怎哈？妈，对不起呢。哎呦，等这么简单的代志都弄做未好，谁是要怎做台湾新妇啦？好啦好啦，明天哦，是你。过年的日子啦吼，你唔通袂记诶，明天一早吼，你都爱回去哦，吼。来，这给你啦，你这全部吼，甲收一收啦。过入来房间啦。妈，过年是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妈妈叫我明天一早就回去呢？林老师，你怎么没去度蜜月，还来学校忙呢？我来学校交代一下这个代课的事情。好好好。林老师，我北洋科三中的学生，国文成绩总是在及格边缘，请问你是怎么教的？不用为了结婚就忘了学生，有了心就忘了救人。这成绩不能代表一切啊！他们这年龄的孩子啊，你不能逼他，你就让他快快乐乐的去念书。你自己想想看，我们当年念书的时候也很讨厌这个老师在后面这样一直逼我们，一直逼我们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可以这么不负责任？就是有你们这种不负责任的男人，我们女人才那么悲惨啊！何老师，你说到哪里去了？会不会太严重了？你本来就不负责任，喜新厌旧。不好意思啊，主任，我要去准备一下那个傻姑娘归零的礼物啊，学校的事情就拜托你了。啊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好，不好意思啊，老师再见。林老师，难道我真的不如日本进口的一只樱花吗？艾芬啊，你条件这么好，是林老师他没眼光。吃货多了。现在流行哈日风就算了。这个林老师啊，他还身体力行，娶个日本老婆，真是糟糕啊！亏他还是教国文的。我看明天我就报告校长，请校长给他辞了。主任，林老师不是这种人啦，也许他有他的苦衷啊。艾芬啊，其实啊，我也是这么想啊。这个林老师啊，是我看过啊，蛮有智慧的一个老师啊。也许是这个萨库拉他用什么媚术哦，诱惑我们林老师，真是太可恶了。对，我要捍卫本土女性的尊严。佳安，你等着，我会解放你的。艾芬，
艾芬，你在想什么？关你什么事啊？女人真难懂。やっぱり、ジャンに聞いてみよう。どうしてお母さん帰れって言ったんだろう。私なんか怒るようなことした？我是艾芬啊，艾芬小姐，是你呀，谢谢你那一天的帮忙。我在台湾没什么朋友，真高兴有你在。对了，佳安在吗？他不在，他说要去买明天送你回去时的礼物。有什么事吗？我可以替你转告。我明天真的要回去了。对啊，林老师今天来学校就是要交代事情，好送你明天回去啊。好丢脸哦，他竟然还跟你讲我被赶回家的事情，现在他都不帮我了。站在他妈妈那边买礼物有什么用的，再结婚被赶回家了，我爸爸一定很生气，我丢了生爷家的脸。萨库拉，你要注意哦，那是要跟你离婚。离婚？对呀。萨库拉，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让林妈妈跟家人不高兴，所以他们才会依照习俗在结婚的第二天就把你赶回家？真的吗？台湾习俗是这样吗？是啊，萨库拉，台湾的媳妇可不好当呢，你之前就应该多问问我嘛，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啦。哎，你回日本要多保重哦。谢谢你告诉我真相，我会好好检讨的。好，再见，保重哦。艾芬啊，你这样说不太好吧？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？对，萨库拉，你在干什么啊？你出来一下啦。嗨，明日私を家に帰すから、だからお母さんあんなに嬉しそうなんだ。ボトマンボマンボボト。哎，阿里哥站在那边干什么？来来来，你过来一下来。阿里来看看，阿瓜插这个花哈，有没有漂亮啊？哎，私もお花を習ってたし。お母さんもお花好きだし、もし同じ話題があったら私のこともっと好きになってくれるかも。妈，我在日本也学过花道，花道老师跟我说，一个人的个性是什么样子，插出来的花就会是什么样子哦。哎，那你应该要看看哦，我插这个花哈，你觉得哈，我是什么样的人哈？我想。妈妈应该是个非常严肃又放不开的人，习惯压抑心里的感觉，不愿意跟别人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，所以常常觉得自己很可怜，但是表面上又要装作很坚强。妈，你看你插的花全部都齐在一起，每一朵花空间都没有空隙。我觉得这些花都没办法呼吸了。妈，你的生活一定很紧张很担忧，你要放轻松一点哟。好啊好啊，说那什么歪道理，我是家政老师退休呢，我教插花30年了啦，我敢会比你看吧？什么日本
本花道老师，你教我学就好啦。媳妇吼，爱跟婆婆吼，爱学习的吼，有很多很多啦。啊，好啊啦，唔爱跟你讲啊啦。你稍等啦，等嘉安回来吼，啊，准备一下明天吼要带回去的东西，明天一早吼就回去啦。我不要回家了。什么不要回家？明天哦，你一定要回去的哦。妈，妈，ダメだ。お母さんに本当嫌われちゃった。私家に帰されるんだ。どうしよう。小慧，快来看，快来看，我买了好多礼物啊，准备明天带你回去送给你做什么。怎么啦？啊？あなた，我问你，什么是归零啊？就是结婚第二天把你送回去啊。把我送回去，是不是我？不好，要退货。退货？对呀，选错了当然要退货啊，换一个新的。想那么多了哈，明天一大早我还要赶去退货呢，早点睡吧啊，去洗澡啊。看来家真的不要我生气了，不用等你喊我走，我自己先走。你不爱我，但是我爱你。老婆啊！ひとみ、ひとみ。我到底是怎么懂的？电话连人卡没通。妈，你是不是有跟小慧讲啥，所以才离家出走？我无啊。妈，小慧现在已经是我的母，假使伊哪有啥唔对？你会用教教，还是跟我讲，我叫伊改。啊，不过你莫为难伊啊。嗯。哦，啊，你即马讲这個意思，唔着讲我挑工干妈，啊嘛甲逼伊离家出走。啊，若无，我实在找无原因，你哪会留二条来离开？
你有孝呢啊！为了一个傻姑啦，我这一世人做牛做马的老妈子，都因你，让你安尼糟蹋心。我不是这意思啦，我忘掉啦，我是无介意迄个日本新妇啦。也毋过我为着你，我敢无配合啊？真热热死人伊！是的啦，我是上着急，雄雄讲唔着话啦。讲唔着话，36年来，你从来都唔捌讲唔着话，无一个娶落去，你都常常讲唔着话，我认命啦。妈妈妈，我真正无迄个意思啦。哥，阿傻姑娘哪会无代无志的离家出走啦？啊，是我啦，我干妈嘛甲甲赶出去。安尼，你两个吼，这个大人有欢喜无？妈，啊，即马厝边隔壁啊，谁唔知啊？你对傻姑啦，比对你家己亲生后生林家泰国较好呢。哥，伊是伤过着急，才会讲唔着话啦，对无哥？妈，妈，是的啦，是的啦，我是烦恼傻姑啦，所以，干那找烦恼有啥物路用？啊，唔着紧出去找家泰啊！甲恁哥做伙出去找啦，看到无？妈上好诶，吼、哦！哎呦，你干那出去提钱，紧去啦！好啦，妈，我来提啊，哥，紧来啦！妈，紧去啦，哥！这傻姑娘嘛，早已倒去，是用足着急诶。阮傻姑啦，有去你遐无？哎，班长。许双生，陈心彤。哎，佳恩，你要去哪里啊？送你一程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，我要去找傻姑啦。哎，林老师啊，啊，今天你不是要带傻姑啦归零？他人呢？傻姑啦留了一张字条就离家出走了，我们现在就要去找他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萨库拉既然不想嫁给你，就早说嘛，何必兜了这么一大圈子呢？哦，萨库拉不是这种人啊，我想一定有什么人跟他说了不该说的话。哦，是萨库拉他误会了。啊，对不起。误会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哎呀，佳安呐，萨库拉又不是小孩子，也不会搞丢啊。干嘛那么紧张呢？可是啊，不要再那么啰嗦那么多，快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先走。哎，佳恩，真的不用载你一程吗？他们不会想要坐我的车啦，希望他哦，不要找到傻姑啦啊！上车，上车。小心头。姐夫实在太过分了。你是人呢，又不是商品，怎么可以说退货就退货？我也不知道在台湾，徐师傅好像买东西一样，还可以退货。不要哭了啦。哎，你看，那些狗狗本来是有家的，只是被人讨厌，就随便丢掉。董念，我该怎么办呢？王内江，你哥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回爸爸那里，爸爸一定会受理家恩的。王内江，我不是要回爸爸那里，我要去林家理论，一定要讨回一个公道不可。这样好吗？王内江，我要让林家人知道，我们沈野家的女人不好欺负的。傻姑娘会不会不知道当刑部规矩，跑到饭店找他爸了？有可能哦。那我们还在这边找，回饭店去啊。傻姑娘已经离开林家。道长，这东西我唔好，
我无好好照顾萨库拉。我即马找来找伊，我一定会甲萨库拉撮倒转来。林佳安，你给我听清楚，萨库拉有啥物死卡查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等阵，你两个给我留下来。罗尼克，打电话给台湾分公司的主管，叫他们所有的资源去找萨库拉。你两个给我听清楚，萨库拉有啥物死卡查，我绝对还没你两个死眼睛歹看。做啥？爱就是要只为那火。